都挂了吗？二十。那还没。干嘛、啊？装子弹哦、喔！就烂。嗯，还下面。哭好了，特地跑来这边跑的，跑在这里吐一圈之后怎么走？想让我们捡毒鸡啊，用新娘子。哦，了解这种掉到我们这，好痛！看。想到上次不知道谁给我丢石头，吓死那个人哦，突然惊醒。我忘记了谁丢那个地板一个石头，他惊醒。哦 ，nice 啊，不是 nice 就是那个猎魂啊。笑死！来，谁上？我们乱来。不会破坏，我以为逃跑成功。是哎呀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样不是死了？是吧？二十八，你一个爆桶就死了。不是，他刚那个动作很像死掉的动作。哦，我以为他是死的。啊！我的药水，我的水，我的水，我的水。掉了五两个，金火龙，银火龙，回去回报。我挡。你当了？喂？喂？不动。喂？喂？喂？你当了哦、喔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不能对你乱来了。干嘞！挖完的瞬间当掉。啊你，你是游戏整个断掉吗？对啊。啊？来了，一个无奈。哇哇，这跟吓跑毛鸡一样难过哎、欸。这个还好，因为至少东西捡完了。会存吗？有存吗？这才是重点。对啊，要保存没有哦、喔？捡完东西不会保存哦、喔啊。我记得没有保存吧？你调查结束后右下角要有个保存进度还是什么？应该没有。对啊，我才说这个毛鸡一样难过啊。
没有，那可能更难过，是因为没有大林鳗鱼。如果整场都没大林鳗鱼，才不难过吧？整场都没捡到大林鳗鱼，所以还好。啊，萝卜糕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我捡完了。捡完了啊？你脱离？我没有脱离啊，我还在这里啊。你脱离了？那我也差不多了。我也差不多。我刚才看到卡了一下，该回报的时候，可还好，还好我有保存。嗯。好了。那11:30，那还是你开机会所，飞龙种还没打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吼，对啊，我们目的是飞龙种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哭啊，萤火龙啊，哎、欸、多了，好，我刚回去，我这生出萤火龙啊，直接生。N 网上面那个吗？应该是吧，因为这个是干爹找给我的魔物猎人。N 网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阿林佩你，你 CWT 有要摆摊哦？我们用的好像是巴哈改回来的。我是巴哈的哦。N 网上面的好像不是这样。好。飞过去。N 网上面那个光柱比较细。那我来进去了。嗯。一个怀孕，哪个怀孕？琥珀怀孕吗？还是另一位？哦，你在桃园了哦，我是取消了啦，安全问题比较严。虽然我是觉得我没差啦，可是其他人是希望我取消啦。嗯，不怕死有没有？死了就算了那种感觉。当勇士啊。对啊，但是就有人说，你要活着才能打金狮子。就是我，是。他是说要活着才能继续玩魔物。我说也是啦，活着才能打金狮子。没错，没错。我还要活着继续抓龙岩地带的毛鸡。我要活到雪地毛鸡出来，我才能死。哦，所以龙岩跟雪地都会出专属毛鸡。会啊。这才合理吧。合理，合理，呀、yeah. ！为什么你最近之前都是你在闪退，结果你现在不闪退换我了，对不对？就说不是我的问题了哦。他是地区性闪退，开始从北到南。好，好，猿飞龙出现了，赶走金火了。没有啊，他赶走蛮二龙。所以要打一波，没有全部戴口罩不是个问题，但是重点是如果在密闭空间的话，这个传染力还是很恐怖的。没错。对啊，而且 FF 那边密闭空间是更严重。你不是也知道 FF 室内都起雾了吗？你知道宅宅的汗让室内起雾吗？是。你知道这件事吗 ？HTT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去过。你看过没有？你要看过一张图啊，那时候还上了那个日本的推特，就说台湾 FF 室内金剑起雾，金剑哦，好求怪物掉落雾帽的，我今天上 N 网，
不是 CWT 啦，我说那时候 FF 啦，是 CWT 吗 ？FF 啦，林妹，你有我 DC 吗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来我 DC 啊？想说林佩跟江江也算是，只互相可能是互相知道，但不认识对方的那种，懂吗？因为林佩是 Choco Mana 团员，啊江江是红石口袋团员，啊我只是假红石口袋的团员，然后 Choco Mana 又想把我拉过去的人，没有哦。啊，你有没有 Discord 啊？你有 Discord 的话啊，我等一下拉你过来啊。我们这边有 Discord， 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要来啊 ？Discord， 迪斯可哦。啊，我在，不是吧？哦，哎、欸，你又可以再抓一次毛吉耶！哎呦。哎呦，你是不是？你好像很赚哦。看，你是不是挖不到大龄卖玉就生气？其实闪退只是个借口。不是啊，想再抓一次毛吉。他不是一只毛吉，我也不想抓啦。哎呦，而且我的古龙种研究原本快满了，现在又退三格了，一个后退路。我靠，那你真的很亏耶。欸，他虎视眈眈看过来了。那你等一下，你有我的，你看你 FB 还是 LINE 就是敲我，我等一下传链接给你。欸，你是 PC 版吗？那等一下指定加一下好友啊，认识你这么久了。那个在虐死的，我们要上了哦。好，上，我来了。萝卜糕，开。开高。叉。哈。这个阿强，这个尖锐的阿强。我需要有人帮我软化，他有点硬。我这个每一刀都在降。白痴哦，哪里软哪，我来。五八，我这每一刀劈下去，他都在砍刀啊。我看到节操在努力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飞太久了，哎、欸，他不怕闪光是不是？嗯，飞对啊。好了，软了。软软，不然就是以后谁、哦、以后谁谁睡谁撞吧，就不会吵架了。上哦，没有啊，就是上去的讲，没有、啊、就是像 nice 会宽麦啊。哦，对啊，不然就是除了 nice 以外的人都可以撞。要 nice 撞的话，我们会讲，不然的话、嗯、就逼 nice 撞 ，nice 没有动作啊，他没石头、欸、啊 ，nice 你设一个。图案吧，拒绝或什么的图案，没石头的图案。对，找上看有没有。我知道一个很棒的，我可以推荐。真的假的？这个啦 ，nice 撞，有吗？叫 nice 撞，不然就是毁这个。哦。加都加，嗯，什么？水里你有什么问题，请说。就这个，还是水里你帮我给林佩那个 Discord。你还我一次三段蓄力，
你也还我干，我还是滑坡蓄力的，可恶！我被抓了。我来，我补，我补。我还我自己一个三段蓄力。剑切。不要啊！你怎么跑掉了？没事。感谢你的观察，还有Let's go！ 等我哟。剑，剑切！天啊！我最混。没事，撑住，大家撑住！我被抓了，他到底有没有抓我啊？没有，他没有，他玩弄你的感情。哎，我趴着起不来，我起不来！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在撞他，我在撞他，没事。不是，哎，他没被撞出去。四四八。我刚去记录一下4小时48分钟我被抓的时候起不来。啊啊，对不起。自己的错自己来。他不让我。你不，他不让我，我做错就错了，他不让我挽回的机会。老师说这个考了就考了，没有补交的机会啊。老师给我个机会，我下次会把名字写上去。油膏撑住，油膏撑住，不用怕，油膏 nice 撑住。朋友完美的连桌十个位。嗯，好。哦，桌十。远飞走了，换来个尖丝灭镜龙。哎、欸，谁断了？谁断了？断什么？我刚看到 DC 有人出去啊。DC 不是我们这边的，不是我们这边的。猎魂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没有，我没有开麦啊，刚才是嘴里的、啊。哦。敌军被盖掉了，好可怜。哎、欸，你别，我会补啦，补不来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、哎、的！我卡好卡，简直在卡！我擦魔，我擦！哪只都可以撞。晕眩 ing。那个灭金龙不能撞了哦。我会明知道跟我讲说萤火龙可以抓，还有我要去放陷阱，我在找陷阱。还没。撞啊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怎么自摔？他的脚是粘到地板上被扯出去。哈。萤火是几趴？10%对不对？哇塞哇塞，直接压倒哎、欸！哇塞！你声音变得好清楚哦！啊？你的声音变得好清楚哦！我有把麦拉了过来。哦，你早该这样拉了。我让你太晚拉了吧？可是我怕你们刚才说哦，你、啊、你会突然激动的发言吗？我也会吓到。没事，哎、欸，萤火15%咯，深吸，对吧、啊？还要再低一点。你就是不要那种很夸张，很像第一次遇到这种魔物的感觉就好了。很像第一次遇到这种魔物，所以哇，发生什么事情啦、啊？猎伤啊！我骂他了。啊！哇，他把他撞爆了！啊，他把我撞飞了！他把马飞剑撞爆了！啊我又被撞到！我奶！我没有陷，我奶！我也没有陷阱，我补装没陷阱哦。可是，他要让我，哎呀，啊、他要讓我起来啊！灭金龙，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起来？累的吼！我丢他屎！我丢他屎！你丢谁啊？灭金吗？灭金啊！不会跑吧？古龙好像大便没有用呢、欸。啊，没有、啊，我12%，还有10%，还有1%。啊哈！又被撞了。只能靠灭金龙撞他了。哎十趴了！我还有一个地洞，有，还没，哦，有了，好，跑，跑吗？跑吗？撤吗？撤吗？回球！啊，我的回归球！哎、欸，不要摸我！早看碰你看，快哟！我捡东西，他左一拳右一拳、欸，哎。大家一起出一拳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开一个古代树的飞龙种？随便一好、啊，顺便采个。有火龙和苍龙，还有都行啊。啊不，啊不然火龙好了。血龙也是。哎、欸，搞不好苍龙火龙我没打过哎、欸。有啦，你之前跟我打过了吧？力战了你。對 啊我没力战，北七。没有，你忘记你重置了吗？对啊。看 HT 在卡墙是不是他要断？我故意的。他故意的，就像我常会在他面前跳一个会定格的舞一样。了解。无法快速移动啦，白痴哦、喔，金刚宝。哎、欸，这龙还在开我红啊，真是没法。你直接进去啊！哎、欸，进去再出来一样开红哎、欸，哭我、喔。没有，你要久一点。进去久一点。我那天是这样教节操的、哦。那我坐久一喝个茶，等我一下。出来啊！有了！哇，厉害，这招完美。你躲起来干嘛？去捡毒鸡？去捡道具哦。想吃干妈劲的男人。吃干妈？老干妈？在忙吗？我在开台啊。回你快10点，哇！
他叫，好惨。啊，有了，沉睡龙脉大，靠腰太快了吧？我就卡着啊，我都卡着那个快好的出来。我要那个沉睡龙脉的大骨，我才挖一个。哦，结果要重挖了，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因为他要橙色跟红色的啊，所以他最一开始都会没有。最一开始是什么深绿、深绿什么骨？探索又出魔物，飞龙，毒药鸟是飞龙吗？不是。火龙、苍火之类的，萤火不是，萤火是树上，对，萤火不是在森林啊。火龙和苍火，哇，火龙这么多哦，还不叫你出来？会飞的大熊彩龙，也是。好，拜拜，感谢水里。好，一号营地出发。惶恐怒暴龙，有没有觉得更强？很惶恐、很生气的暴龙啊！惶恐怒暴龙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快、啊！你们去认真挖古董啊！我这走了啦，刚掉倒哦。你的火龙是不是被吃了、啊？没有啊。哦，出来出来！我想要你火龙吃。我火龙只会吃掉别人啊。OK OK， 哎、僧侣大，快啊！你们去认真挖古种啊！在挖了啦，另外两个不知道干嘛啦，还敢混呐、啊？啊，是不能吃东西的吗？不行啊，快来挖古种啊！哎、欸，巨大古董在一楼、喔。哇！嗯，我有看到了，超大的。嗨，那、啊、火龙要打吗？打，打。不打的话解不了任务啊！啊啊！叫皮，对不起，我撞啊！他呛你啊！回去我撞我撞！我知道啊！完得，完得，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在丢一剑试试看你的爱之心？你在骂我试试看？哇！勾一发勾到脸呐、啊！睡了，就可以直接撞了。你撞啊！好撞，我没石头了。妖孽！啊！在哪里？在这。王者的龙鳞，
你是说哪个王者死掉的王者还是？对。那很强哎、欸。他等下就死了。他什么都不死。丸子，毙了他哦！哈，龙还回不到我。睡了。我要。屁嘞！哎，哦，我以为中了到那边。我以为，可是他这样子钻，我觉得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老师。老师，我记得这里是阿强啊！老师好像不太愿意哦。老师哎、欸，我恨你，恨你，我恨你。哎、欸，老师，老师还、啊欸、老师要我，老师要让我死了。有，我在杀粉了。没事，我真的活得很好。你在拍啊！哇啊！轰动！都不用撞了。啊！哎呦，感谢！那锤子的角度真的有够难抓的，要么太近，要么太远。可以上树锤啊！啊？你可以上树锤啊，这么树干啊？不是啊，我说锤晕人啊。哦，我然后你说角度，像那天要锤你，锤到你就在狂笑我、啊。我的古董在这里耶。杂草漫生的大鼓。沉睡龙脉大鼓。我要沉睡龙脉大鼓。啊，是哦。哦，是哦。故障。被堵死啦。欸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我在杀，没事。不是，他为什么每次抓我抓一半都跑去抓别人？那个爪子刚好是死我的。我、哦、还可以用替身攻击的、哦。是啊，我。替身攻击。被撞了，我穿。好，我来。对不起，我跳。我下来。我三个跳下来。我来。下来。他有一个人上去，另外一个就会被强制挤下来。可是有时候也是两个人一起下来啊。对啊，就然后就会变成两个人一起下来，我不知道什么。啊，睡了，好，没有吧？累而已吧。睡了，累了、啊，累了、啊，累了、啊。哦，然后他没有整天都这么睡的啦。转化。躺在地上，突然又想睡，啊、爬起来睡，瞧姿势。迅猛。哎、欸，可以抓了。啊，那现在抓好了，我把它放前面去。啊，这陷阱呢？好，踩到了。是我的陷阱，我误哎。哎，剑龙来了。掉了。剥骨头。
水灯压着一支小雨伞。我看一下你接这一首靠腰。哈？你说挖骨头？对啊，我后面也想接这一首。哎，骨头是不能挖，要留给你挖的、啊。没有啊，你就一直挖啊，挖到橙色跟。你不是要沉睡的龙脉骨吗？对啊对啊。我现在狂挖到哎、欸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的还没有更新吧？因为你还在旧骨头啊。什么旧骨头？我现在骨头都是最小的那一种哎、欸，啊，沉睡的是橙色、红色的。每个人的骨头不一样哦。我也是红色的、啊。你不是说你一直卡着没有更新吗？没有啊，可是。你们一挖完之后出现大骨种的话，我也会跟着有个大骨种啊，懂吗？哎、欸，有嘞，已经变大嘞。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想说就你自己挖就好啦、啊。你看，我们帮你挖的话，你又更快要从黄色开始。有理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刚听不懂你为什么要叫我挖。对，我刚刚以为还在最小的。哦。深绿大鼓。嗯，刚是巨大鼓场还是矿脉？矿脉。我被麻了。哦、加油！气来了。好，在那个断层上的骨头，那个。矿脉，矿脉在断层上。断层上什么断层？丛林的古代林的三楼。有三楼哦。爬很难上去啊。哦，了解。有没有古钟？叮铃。好，我去收台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头听没？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好累哦，我最近在想，这样子连开五小时，我自己好像也很累。可是说时速的话，自己啊，其实我上个月业绩没有到，所以我就是要一直累看看，累到后面再看情况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大家晚上做好梦啊。